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烧香拜佛是牢记三个字，佛祖都会保佑你，看懂能彻底改命。一起来听。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都想名声好，成就高，一路春风得意，但那是不可能的。生在这个社会，常有很多的委屈苦恼，没有办法向人诉苦，这就是人生。人生大部分都在逆境中，当生活中遇到苦恼之事，都在寻求解脱之道，如工作不顺、贸易问题、生意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等。那么佛陀就给了我们一个有效的方法，能够所求如愿。佛是真语者，不妄语者。佛经中所讲的都是让众生离苦得乐的方法，能遇到佛法并且能够相信，乃是一大福报。正如每部佛经的开经页讲，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一，每天念地藏菩萨圣号一万遍，所求如愿，但牢记三个字。佛教经典《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讲，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观愿，或多疾病，或多凶衰，家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事多来五身，睡梦之间多有惊怖，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衣食丰溢，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地藏经讲，要解决不顺的事儿，念南无地藏菩萨名号，至心恭敬，念满万遍，不如意事就能渐渐消灭。我们末法时期，众生业障重，恭敬心也不够，所以念万遍肯定不会达到至诚心，那么我们就要加倍的数量，求地藏菩萨庇佑，情况定有改善。要记住，想所求如愿，念地藏王菩萨圣号时，就要牢记这三个字，至诚心，心诚则灵。至诚心就是真实心，就是深切的心，信心很深，一点都没有怀疑，真心感天动地。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讲十念能够往生，但有一个前提是至信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十声佛号好念，但是至心信愿却是不容易的。这里面的至心也就是至诚心，如果真的有至诚心的话，各种不可思议的神妙都会出来。本来不想说，只想给面临困境不知所措的朋友们信心，希望你们能对佛法升起正信，老实念佛，真诚忏悔，必有所得，真能让人脱胎换骨。首先念地藏菩萨圣号，一定要升起忏悔心，主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动心起念，想想自己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平常不知，自觉良好，念地藏菩萨后会有觉悟，当真的把身上毛病找出来，决心改正时，自己就得到一分利益。我原来工作不好，怨天尤人，心里烦闷，可没用。后来念地藏菩萨忏悔，发现自己一点都没真的孝顺父母，百善孝为先，言语上还经常顶撞，觉得父母唠叨，甚至有时觉得自己了不起。后来我改正，父母的生养之恩大于一切，即使他们见识不够，讲的不对，我们也要笑眯眯地跟他们说。后来我的工作就发生了变化，自己很满意，很感恩，所以一切不如意真的怪不着任何人，就在自己身上找，就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所以才没有福报。二，地藏圣号诵万遍，托遇贵人，绝处逢生。一周前，我的一位外地朋友来到北京，因为某一项资质不合格，他在北京的公司面临通不过年检的危机。5月31号是年检最后一天，如果再不通过，他就打算完全放弃这家公司，这意味着前期所有工作都将付诸东流。他已不抱希望，预定了5月31号晚的回程机票。5月30号晚上，我跟他说，要不你念一万声南无地藏菩萨吧。他没有学佛，我简单跟他讲了念法。他打开地藏菩萨本愿经，看见地藏菩萨画像时说，地藏菩萨很漂亮。我对他说，恭敬赞叹菩萨也是很有功德的。晚上11点多，他默念完11000多声菩萨圣号。第二天下午3点半时，我看到一个陌生人将他送了回来，而他的脸上不再是前日的焦虑神情。他告诉我，上午他在等待办年检时，因为忘带手机，只好向旁边一个人借用。他强调说，此前他从未发生过忘带手机的事儿。打开那个人的手机一看，上面写着南无阿弥陀佛。之后这一整天，这位陌生的先生帮他办好了年检的手续，这期间还开着他带他来来回回的跑，
一直忙到现在，过一会儿还要送他去机场。他说像是从平地里冒出来一个人在帮他，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说实话，昨天让他念圣号时，我自己心里也没底。看着他们的车渐渐远去，我恍如在梦中。补充一句，我这个朋友天生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且慷慨大方。三，每天念千遍地藏菩萨圣号，他逃过了被拐卖成为妓女的命运。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的18岁姑娘黄秀芬，晚上经常被恐怖的噩梦惊醒，弄得精神恍惚。她听说念南无地藏菩萨圣号可以睡得安宁，而且还可以增加福运，消灾避凶。于是每天用20分钟时间专心念1000遍，没料到当天晚上就睡得安宁了，从此噩梦逐渐减少。一天晚上，他又梦见一帮凶恶的歹徒把他和几个过去玩得较好的乡下女友抓了起来，说是要把他们送去做鸡。他十分害怕，一急之下就念起了南无地藏菩萨圣号。才念了几句，就见一个手拿铁杖的和尚过来了，指着他对那些歹徒说，他是我的人，你们不可以抓他。说完把歹徒赶走，并把他领回来了。梦醒后，他觉得这个梦有些奇怪。2个月后，乡下的几个女友来叫他一起去福建打工，每个月工资2000多元，还先付1000元的安家费。他听后很动心，也准备去，没料到第二天他肚子痛得厉害，腹泻不止，于是没能成行，错过了这个机会。半年后家乡传来消息，那几个女友被黑社会的蛇头诱骗到福建后，再被卖到台湾去做妓女。这时他才想起了那个怪梦，于是更加笃信地相信地藏菩萨的大威神力。地藏菩萨本愿经中说，若人每天念南无地藏菩萨圣号1000遍，坚持3年，地藏菩萨就会派土地神等福德正神终身保佑他，使他不遭灾难横祸，而且生活安定，衣食丰足，财富渐增。地藏法门非常朴实平淡，从不执理费事，能竭尽悲悯地对待每一位众生。在地藏三经中屡次讲到贫穷困苦，所谓贫是指精神空虚，意志消沉，所谓穷就是妥妥的家徒四壁，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情况。湛茶经讲得很接地气，经云，未来世诸众生等虽不为求禅定智慧出要之道，但遭种种重恶贫穷困苦扰恼逼迫者，亦应恭敬礼拜供养，无所作恶，恒常发愿，于一切时一切处勤心称颂我之名号，令其至诚，亦当速脱种种衰恼，舍此命矣，生于善处。这种情况能活着都是个事儿，更不要说禅定出离了。但即便如此，也要恭敬礼拜供养，称念我南无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名号。一应二字，看到地藏菩萨十分体贴，不问缘由，循循善导。平时多念念忏悔业，多发露忏悔以前的所作所为，只要知心了，菩萨的威德就能水镜影现，速离衰恼，即得安乐。最后愿大家常念地藏圣号，心有所感，求有所得，南无地藏菩萨摩诃萨。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一定要记得订阅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